所以你要注意看那个辨识图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我脑瘤确定要回来开刀，我就把大陆的事情哦，全部的交办，越来越知道，就其实是我们更渺小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我做一天就赚一天。以前我真的是很性急的人，现在要让自己不断的提醒，我要更柔和。妈妈她视力失智的时候，她会从五六岁一直到四岁、三岁、两岁，看到我在喝水，她也想要拿着我的杯子喝水，她就是学我，我做什么她就跟着做什么。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陪她，而且我很不好，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尽孝。只要我能够健康，只要我还有那一口，我一定要陪伴妈妈。其实我妈妈是依赖着哥哥的，因为我妈妈跟哥哥好像是小情侣一样，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一大一小一起带着走。我觉得关怀他们的健康状况，而不是说一里一里走一里走，没有，也让他们头脑跟手不断的一起活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长照的一个点。